我们不能让它毁了我们的环境，毁了我们的千亩花田。 你说他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有人公开鼓动后生仔和他作对？就差没点你的名字了啊！我看出来了，他不希望你在村委会待着，哎，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和借口，这下好了，机会和借口全都有了。阿贵还不至于此，知道吧？他是想啊，拿上河村的赔偿，去抵。 建设球场的投资，那是不是也得两个人说了算啊？钱是人大帮头的，我告诉你，我都看出来了，人家龙大帮是想两个村子和好，陆金贵呢是生怕两个村子和好。你听听他说的那些话，干什么呀？啊，众筹灾害，你死我活的，不是两个国家打仗？老婆。 阿贵他是冲着大帮去的，啊，他不是冲着上河村的乡亲。啊，去去去去去去去，你就是被他给洗脑了。哎，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。明天那场球，上河村一输，上河石材一关，上河村的村民怎么办？你把人家往绝路上逼呀！啊，人家怎么活呀？ 是不是上河村村民的日子过不好，我们下河村村民心里过得去吧？啊，给人财路，自己发财，这样的道理我一个女人家都懂。哎，他村委会主任他不懂啊。但是要区分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。上河村的老百姓都是好人，是我们的邻居，是我们的朋友，是我们的亲人。 那么，为了上河村的老百姓和下河村的老百姓，我们坚决不能够允许龙大帮的阴谋得逞，回到场地继续训练。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自从上次输了球，阿峰这就急了，你知道了吗？他听说在厂里面天天练球，这球技一下长了一大块，宝玉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反正我告诉你，明天我们要是赢了球的话，两个村的和气就是伤了，我们的生意也不好做了，因为没有人家来吃粉了，我们的生意能好得了吗？ 老婆，明天那场球的谁输谁赢还说不准呢。宝玉那崽儿不好对付，新球场的场地我们一脚没踩过，嗯，篮板我们一手没摸过，好吗？他们竟然在那已经开始训练了，没天理吗？是不是？是啊，就是啊，你怎么这？哎哎哎！等会儿，你们呀是没看见他们那一个个理所当然那牛哄哄的样，牛什么呀？牛什么呢？ 我们花钱建的球场，对了呀，你转眼就成他们的了，逗。上河了，上河了！哇！阿飞，还就坐在那干干干什么？陶杰，还要得球出手狠一点啊！球出手要狠一点！阿飞哥，哎呦，哎，阿飞，嗯。 你不是回公司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接到阿哥电话，我觉得还得当面跟你说，就回来了。哦，那这件事情有那么严重吗？嗯，咱们一边说。好吧，好吧。经理，宝玉，方叔整天管我叫场上大哥，场上大哥的，这次他让我们输掉比赛，我作为这个场上大哥。 也多少能明白一些方叔的意思。毕竟啊，我们给上河村的花田造成了污染。
当初呢，希望化解两个村多年的矛盾，又不希望结新仇，所以啊，他看得比我们要远。龙大帮已经决定要输掉明天这场球。嗯，是他亲口对我说的，我相信他是真心的。不过阿妹，你受骗了。我受骗了。阿妹，你离开村上太久了，已经很不了解他了。其实我跟大邦是最好的同党，他当上村主任以后，我们的确也有些矛盾，不过都是些个小矛盾。我打心眼里挺佩服他的，他靠一己之力发展了上河村的经济，不过现在他变了，他变得有些唯利是图，他觉着什么人都是可以被利用的。豹哥，我觉得是这样的啊，你看啊，村里的事儿呢，有阿公阿婆老一辈他们，还有阿爸上辈他们，轮不到我们这代人当家做主，他们定的事情我们改不了。可记住，球场不一样，球场是我们这代人的天下，是不是？只要我们上了球场，坚定心思，那就是我们说了算。对呀，上球场是咱们说了算。明天这场球，下河村就是为了利益而战，他们无非就是想关闭我们的上河石材，想让我们对这个花田的污染进行赔偿。嗯，还有你刚才说的，把原本定好的两个村共同拥有的球场也给夺过去，令人生怒。这说明什么呀？就是钱嘛，无非就是那点钱。没关系，明天我们什么都不想啊，把所有杂念都抛开，就好好的打好这场球，赢得比赛，证明自己，证明我们上河飞龙是最强的球队。兄弟们，为荣誉而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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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宝玉我还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刚才我看那个阿峰他们练球啊，我发现就是阿峰的这个水平啊又提升了一大截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有没有信心？洪水和少侠，希望他配得上这个称谓，别让我失望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没事，好好打好球就行了。啊，为荣誉而战，可是为荣誉而战，但他刚才说那我没懂啊。要赢，不用懂了。好阿贵哥，我阿哥为什么要骗我？这对他有什么好处？你不知道啊，这是一箭双雕啊。他肯定知道你是会告诉我的，我知道以后呢，就会丧失斗志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通过输球，他可以在下河村民面前，可以在领导面前埋好，以备卷土重来呀。我阿哥有那么坏吗？我不是挑拨你们兄妹的关系，而是怎么说呢？从一开始，他就带领着上河村民呐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，开山炸石，破坏环境。现在呢，又看上了我们下河村的几千亩茉莉花田，他这是要滚打包收啊！好啊，来吧，我回去了。哎，明天的比赛你不看了吗？不看了。明天你们谁输谁赢我都不想看的。阿妹，龙大邦啊，龙大邦，你说说看，你连自己的亲生妹妹都敢骗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今天就到这儿了，啊，回去好好休息，啊，明天比赛。行啊，好，走，好，走，走，拜拜，宝爷，拜拜，拜拜。龙宝玉，干嘛？找我有事儿啊？不可以啊，聊聊。走，
吧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明天那场球打算怎么打？是这样的啊，那个我刚才啊去看我哥他们训练了，我哥现在的球技啊那是相当了得。现在对我哥和你都有了解的人，可能只有我了。苗仔，篮球这项运动呢是个集体项目。少来了，核心球员是可以扭转乾坤的，这就是球星的价值。别唬我，我懂着呢。那你说你是赌我赢呢，还是赌我输？你赌哪边，我都跟着你下注，怎么样？大花哥，我跟你很认真的讲正经事，你想想啊，现在我们两个村的关系已经一团乱麻了。明天的比赛，哪一种结果我都不想看到。可是我们打的不是友谊赛，一定会有输赢的。要我说，你就别想那么多，安安心心的看球完了。你就那么想赢啊？谁也不想输啊，你哥不也一样？那你有想过赢了比赛的后果吗？我说苗仔，你真希望我输啊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你明天要是一不小心把我哥给赢了，哇，那两个村的关系不是要爆炸了？这种后果你愿意看到？我也决定不了，对不对？我也管不了他们呀。跟你说不通了，你这个人就是没有责任心。哎，我怎么没有责任心了？我的责任心就是在场上打好每一个球，认认真真打好球，绝不放弃，是不是？明天那个，如果我要是赢了比赛，我请你吃饭。吃饭？吃你个头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明天这场比赛，你们等着输吧。不跟你说了，我走。哎，苗子，你要是要是妹仔该多好啊！等着输球吧。啊！你明天那场球到底有没有把握？那还用说，100%的。那个龙宝玉在回来之前，在我们学校打过一场比赛。哇塞！我亲眼所见，他的球技比以前提高了很多。我们学校那些主力的队员，防都防不住他。清明啊！这打球呢跟看球是不一样的，龙宝玉那一套个人炫技，典型的街头篮球，他那个呀打打野球还行，但一到正式比赛马上原形毕露。所以你放心，明天啊他们肯定会输。那如果说啊明天我们真的赢了比赛，阿爸不会对上河村？不会的，阿爸针对的不是上河村，而是帮叔。但是他即便针对帮叔，他也是对事不对人。只要帮叔愿意回心转意，他马上他们还是好朋友的。行了，也不早了，早点睡吧。哎，我说陆清苗同学啊，干嘛？你该不会对龙宝玉？龙宝玉，那个大花哥，没可能啊！你不用睡觉了，去吧去吧啊，睡觉，把我把门关上。晚安。晚安。龙宝玉，我给过你机会了啊，放弃治疗，活该。早晚是个胖子，我告诉你就行。
白痴！你把我西装给我找出来。哎呀！西装最后一次穿还是3年前在市里表彰大会的时候呢。哎呦，大鹏他想过来了，一定是想过来了，要不然他也要穿西装，说明这是好日子他才穿西装的呀。哎，荷花，那你快上去把他的西装拿下来，还有皮鞋，你给他熨西装，我给他擦皮鞋，擦得光亮光亮的。我把他的西装烫得笔挺笔挺的。快去。这个大方啊，他终于想明白了。看看你爹这事儿怎么样？你不穿西装，别提那身倒霉的西装了。上回输球就是因为那身西装，我真恨不得把那身倒霉西装我给他撕奔了。不提他了。这事儿怎么样？还行吧。还行吧？怎么没有什么文化呢？比青苗差远了。青苗，想几句好词颂扬一下你爹。要我说，你就应该穿成这样。为什么呀？低调。平时有内涵，有内涵啊！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哎，你别抓包头！哎，停停停，回来！低调。第二个是什么呀？平时。第三个呢？有内涵，有内涵，有内涵啊！你学着点啊！算，你大学毕业了啊！去哪里啊？姐夫，我通过一晚上的思考，我觉得娃姐说的对，我这个人啊，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干什么什么不行，吃什么什么没够。我这不跟我曾经站得过的岗位，还有曾经站得过的同事们告个别，我决定了还是回横店，就不给你添乱了，我不再上河拾柴了，还有天热，姐夫，你也多注意身体，啊，别中暑。行了，那我得先走了，还得赶火车呢，啊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没走太远。我这庙小，盛不下你这个大艺术家，你到横店发展你的事业吧，别坐火车了，坐飞机。不是姐夫，你还真让我走啊？啊？
不，我不要你打我，姐夫。拿着吧，拿着吧。不是你听我说，你给我给你解释，我没箱子，我真没箱子。我咱们俩刚才都告别了。不是，姐夫，我刚才跟你说来的时候，我都是演的，我跟你演着呢，我就是想让博总你同情，然后我你就不让我走了，我这不想走。拿着吧，志宝，别客气，姐夫，姐夫，我真不想走，我是想走，你看啊。 我这箱子怎么可能是空的呢？你看这箱子空的，姐夫，我不求你了，我不要。哎，对不起，我不要。志宝，你今天要好好演。不，姐夫，我不演了，我真不演。不，你一定要演。我真不演了。你留在我上和石才继续演保安，这个安全。啊，志宝，今天这场篮球赛，我们要高调出场，但是你要演。 忍辱负重，哎，对不对？兄弟们，方叔要求我们今天高调出现在赛场上。方哥，方叔让我名球了。好！这身球衣原本是为了这场友谊赛准备的。 如今友谊赛变成了生死大战，方叔原本不打算用这身球衣让我们出场，但是刚才方叔把我叫过去，说就用这身球衣出赛。大家明白方叔的意思吗？方叔这是为了激励我们，我们只有拿下这场比赛，我们才能保住上个十三。说得好，今天这场比赛不只是我们要高调出场，我们的舞狮队、妹仔、啦啦队都要高调出场。 打出我们上河飞龙的威风，村里的事儿有帮叔呢，我们什么都不用想，我们只有一个念头：为了荣誉而战，为荣誉而战，为荣誉而战。什么？你让我在下河村村民面前出丑？我不干。这我怎么着也是两个村的知名人物吧？我。 我弄成那样，你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，你让人下河村高兴高兴，得不得？能死啊？你这是死不了，但是我能疯。你经常告诉我，你这个行当不疯魔不成活吗？你就反正我不干，那就走吧，昏你的横店。不是，姐夫，我又没说不演。 我这不得整理剧情吗？啊，我不是想台词吗？就是我接的，你这给我这是个急活，我得想想吧。你还真生气啊？别那么大气啊，伤身体，让我想想。哎，黄队长！哎，队长，到。 听到“咣”的一声响，就刹车啊！听“咣”的一声响，好踩。好，哎，队长，裁判呢？哦，您贵姓啊？姓高。啊，行啊，行，行，快去休息一下，魏老师。好，高贵。好，慢走，慢走，休息一下。啊，大贵啊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早准备好了，打飞龙啊，我们是同仇敌忾呀。 我们这回呀，非打在他们是灵魂出窍，魂不守舍，是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低调，赢了球不就？对对对，将来大家还是好邻居。哎，老魏啊，刚才我可看见上河村这队服了，上河石材这里边有说法，别说他们穿成上河石材了，就是他们都变成穿山甲，我们也不怕。 有把握了，那你赶紧去准备准备。哦，好嘞啊！哎。啊！哎。 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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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喂，何哲，你们都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宝仔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哎，爸，反正吧，村里的事儿我们管不了，但是球场上我们说了算，是不是？必须的。宝仔，有没有把握？放心吧，宝叔，我们什么都不想，为荣誉而战。好，今天这场球不是友谊赛，更不是赌球定前途，你们把这场球给我拿下，为上河村的乡亲们挣足面子，行不得？得。哎，包叔，黄站长来了。啊，不理他，来，来，来。上河飞龙，加油！走，走。黄站长，哎，黄站长，黄站长，哎，就是啊，黄站长，黄站长。呀，黄站长，生龙活虎的啊。来，大哥，咋穿西装了啊？哎，我记得你不喜欢穿西装。你还记得我这身西装吗？三年前，你带着我去市里参加表彰大会，我不就穿这套西装吗？条条的。今天是个大日子，虽然天热点儿，但是还是要讲究点儿，正装出席嘛。大伯，从上河村到下河村总共才这么几步路，你居然还租了辆豪华大巴？那帮后生咱们喜欢，我得捧着他们。哎呀，看来你是决心要拿下这场比赛了啊！打球谁不想赢呢？但赢不赢的看实力，当然也要靠运气，赢了更好，输了也无所谓。孟大妈，领导怎么突然生气了？你少跟我装糊涂！这场比赛怎么来的你不晓得？他陆金贵挑战我应战呢。你要是不给人家造成那么大的污染，造成那么大的损失，人家能答应你打这场球？啊？哦，打完了球，你赢了，继续开山炸石，啊，两个村的矛盾继续升级，哎，你不懂啊你。领导的意思让我输掉这场比赛。大妈，球场上啊，为了大局，做一点点让步，那是风格。不得不得，领导啊，我不能违背了体育精神。你以为你的阴谋能得逞？静一静，在这历史性的球赛开始的时候，我老人家得讲几句。黄站长，听这意思是让我们吹黑哨啊？不不不不，两位老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。那刚才黄站长说的意思，我听错了。王老师，你没有听错，是我没有说清楚啊。这场比赛的来龙去脉，我刚才已经跟您讲了。比赛结果很重要，如果呢让上河村赢了这场比赛，势必会影响到这个两个村子的稳定，所以呢我们呢要小有牺牲，为了大局啊，适当的向下河村做一些倾斜，在不影响上河村的基础之上，不影响上河村感情的基础之上，让下河村赢得这场比赛，这可不是吹黑哨，是吹大局哨。黄站长，很抱歉。不能聪明。哎，那您辛苦啊，辛苦。哎，雷老师辛苦。哎，慢走啊。我们下河村的球队是县里最好的球队。我们历史成绩是
拿过。对。啊，要说这地契啊，后生仔们可能不懂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当年的地契就是现在的。哎呀，老金牙呀，你那些话都老掉牙了，你还是坐下吧，不要讲了，讲什么嘛，你下去吧。行，那个时候啊，我在村里，哎，我不仅是支书啊，我还是。对，所以，我带着阿贵当队长的球队夺得了地区冠军。这个老金牙呀，今天先让你高兴高兴，有你哭的时候喽。黄队长，您找我。秀才，哎，你怎么没去看球赛？黄镇长啊，今天来看球赛的人呐，人山人海呀，太多了呀。所以我店里的生意太忙了，我老婆把我留下来帮忙。阿才呀，哎，这场球赛有多重要？你晓得啊？这一场比赛的重要性在于，如果上个村赢了比赛，势必会激化你们两个村的矛盾，啊，对吧？哎，你呢，可不可以让你老婆多辛苦辛苦，你去球场，解说比赛得不得？我去当解说员。哎呀，鬼，你的解说厉害，你的解说在我们全县无人能比。你的解说就好比是一颗精神原子弹。谢谢黄子能夸奖。这场比赛非常重要，你呢一定要帮助你们下个村，把这个上个村这个飞龙队的气焰打下去，帮助你们下个村的猛虎队拿下这场比赛。不，黄镇长，上次在镇上那次比赛，我不是偏向下河村了吗？受到县长和您的批评，我后来我充分认识到，在场上当主持就得公平公正。我是下河村的人，所以我难免会偏向下河村，所以这个主持我是不能当的。我家里头还很忙了，店里很忙，所以我得回去了。谢谢黄镇长啊，我得回去了，黄镇长，对不起啊，黄镇长。
该帮你的我可全帮到了，剩下的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今天就看你。那不得感谢领导支持啊。不过请站长放心，这场球啊我们有100%的把握，一定要赢。先过去。这场球可不是上一场球，我处在最佳状态，你没机会了。言之过早，上场球也许被算计，但今天这场球是打公平的比赛，要光明正大的赢得比赛。赢得比赛？嗯。继续让你们上河拾柴，危害一方，不是我考虑的。可我考虑，我要赢得这场比赛，然后让你们老老实实的关门打击。我想的就是赢得比赛，那是我们球队的荣誉；把你挑落下马，那是我个人的荣誉。你休息。这个事你把它处理一下，我去趟下河村。刘总，你去看比赛。情况怎么样？啊？啊？才领先4分呢！我说，如果龙大帮赢了的话，现场会不会发生骚动啊？啊？你得做好准备，啊？好的。这个龙大帮，从现场分析来看啊，这上半场比赛啊，下河村已经暴露了致命的弱点。陆剑锋呢，和其他队友水平相差是越来越多。最关键，他不相信其他队友，他想在我这得分，在数据上干掉我。所以啊，老爸，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机会。下半场呢，我们的重心就是防守，千万不能漏人。上半场之后呢，我分神漏人了，让他们进了几个不该进的球。我先做个检讨，我的责任。下半场我一定注意。上半场漏人，我有责任。下场每一个人都要打起精神，啊！大家加油！啊，加油！啊！上半场的比赛可以见得，关于龙宝玉的传说已经消失了。数据说明一切，我得了16分，他得了8分，全靓仔他得了10分。宝玉那个花仔啊，被阿峰完全打回原形嘛，小毛毛虫。下半场啊。防守方面，豹仔、亮仔要对他们两个加强防守，龙宝玉我会来限制他。进攻方面，一定还是要以我为进攻核心，只要贯彻上半场这个进攻战术，第三节我们扳回比分，第四节我们就可以拿下比赛。好。陆剑锋呢？现在啊，他总是单打独斗，以自己为核心。我们呢，顺水推舟推他一把，鼓励他单打，让他能够充分地展现自己。豹哥，如果我和陆剑锋单打，
你在外围的话，适当的时机给汤猪仔在外围让出点位置。汤猪仔在外围啊，没有多大杀伤力。我跟陆剑锋单打的时候呢，我防住他，陆剑锋一定不会传球，到时候汤猪仔就肯定上火了。对，啊，这个咱们就激怒汤猪仔啊，让他们产生最好就打他头破血流才好。所以啊，我们尽量在第三节就解决战斗，让第四节成为垃圾时间。啊，对，好，好，好，对，好，好，好，没错。阿峰的分析是对的。第二节我们丢了四分，第三节抓紧打，一会儿就找回来。还有就是，无球跑动队员要积极，啊，要配合主力队员。还有阿峰，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，啊，汤主仔。你得球以后为什么不传？啊？你独带个什么呀？为什么不传球？得球要马上传给阿峰，让阿峰得分，知道吗？别各打各的。行了。阿妈，你喝点水吧，我嗓子哑了。你喝吧。你不喝我喝了，我嗓子实在哑，是喊得痛死了。舒服了，要喝一口。不喝。哎呀，那留着点，等一下还要喝呢，还要喊。哎呀，哎，志宝叔，大巴车不错。村的决定是，如果我们上河飞龙赢了这场球，首先赔偿对下河村造成污染的全部损失。然后逐步关闭上河石材。